OK，小学一样，又是我们的 QTE 训练班了，赶快来开一场中庭电一下，叫起来！上楼看一下好了。哦，被电到不知道怎么走，漂亮！先把它电到二阶。倒嘞，倒喽！然后这边抓去挂，直接先拿一层代币。QTE 训练班正式上课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章节啊，有没有？摇篮曲，把门踹一踹，顺便把这上面那台扳机踹一下。大招又好了，中庭开店，还敢修机啊，各位，通通吃我店！欸，在哪里啊？见到一个人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修开一台，算你们厉害。我那边没有电到啦，有点可惜就是了，距离好像差了一点点。我上楼去锤他们。在看人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带恐惧释放？因为我们带了恐慌降临。恐慌降临这一招就是在心跳内修机 QT 会出现多10%，然后你本身按 QT 的位置也会比较小，所以才要带啊。看来人都在那呢，这可不行，过去给他们一脚。电压超载，里面在偷修，再给一脚电压超载，哦，这个图腾好像蛮强的哦，在这个位置。可以尽量垫，没关系，因为是不是有人在拆我图腾？那个位置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是，我去防守一下好了，有点危险。哦，是我误会吗？好，那就好，不要知道我的图腾，这样最好。先不急。慢慢的堆节奏，他们 QT 好像及格，其实按的还行啊，但毕竟我们的图腾也还没堆满嘛，现在只是第一章而已，还有很二三四五章。再垫一个，反正我这一套冷却很快，可以一直垫。我就一直电他们，他们想修都不能好好修，然后再默默的把人放倒，把他挂。
然后挂那个摇篮曲。我楼上这进度很高哎、欸，都没有 QTE 吗？没关系，我上楼看一下。开始炸了吗？都在炸发电机了吗？是不是有点快顶不住了？这边好像有一位，炸了！这应该是我的那个电压超载，他居然没按到，抓到！这个也没按到，抓到！你们的 QTE 都不及格，给我重修！通通死当，楼上在修，不用担心，我再补一个电就好了。先让他们上第三章啊，摇篮曲三层。好，再补一个电。你踹楼上这台，楼上这台好像有点高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就是你默默在修哦。不行不行，这台，给他一脚一伸脚啊。看来大家都在这哦。我以为还翻板，这没打好。啊，去补一脚，每台发电机都去补一脚。看你们怎么修。OK。啊，这位死嘞、欸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再去挂吧。为了我们的摇篮曲的大业，四成肯定要有的。哇，强力挣扎，我看了啥？你怎么会带这招？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是背后的人盖的？不是欸，强力挣扎欸，然后你命大，你命大。还真的给他用到，重点还给他用到，我都吐血了都。好啦，没关系。代表你有这个福气，可以继续修我们的 QTE 训练班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、欸，自己把人家救下来，然后继续去按 QTE。感谢肥羊五份镇定，谢谢肥羊。这个人是不是想拆我图腾啊？他怎么特别走这里？我有点担心。我们待会可能小心一点。好像没有。第四层。P 二很努力，不想重修，真的，他是勤勉、勤学的好学生啊。主动加选 QTE 训练班，这个这么认真的学生不多了。
来进度很高，这里有一群真的很勤勉的好学生啊，居然在我的把关之下自己修开了一台，太棒了！哇，然后还让我的养眼犬下班了，不错不错，你们。 通通在结束之后，可以给我拿一个证书。OK， 那看来我们得加速一点节奏了。 有一台在修欸，虽然我们的摇篮曲下班了，但我还有医生脚。哇塞，这样都给你们修开，算你们厉害，你们真的是有好好的在按 QTE 呢。<笑>我摇篮曲每人都真的蛮好按的、啊。 玩得不错，反观我只有60分，拜托我只有40分，好不好？但分数不是重点啊，我们医生来这边就是要帮各位莘莘学子训练他们的 QTE 啊，这个跟隔壁叔叔的诊疗室差不多的感觉。隔壁叔叔联名课程。 一个是心智训练班，一个是 QTE 训练班，是不是？我这边还有治疗流训练班啦。啊，失误了，讲话讲得太开心了。啊，我这边还有治疗训练班，补的对面不要不要的。 怎么训练？我们现在有小丑恐惧症加猪头，对，那这样搭配下来，有机会把对面补到死掉。哦，等一下。 算你厉害！哎，这个其实这位蛮会溜的。 想追这位不太好追，蛮聪明的。 被我奶死了吗？他怎么办了一个这么失误？被我奶到了是不是？奶了一口死了。好，楼上有一只。哇，楼上这台快开嘞！他们怎么这么优秀？ 被他们修开了，他们居然修得起来，算他厉害。
那我们这边要改锁门了，零分。我没想到他们只有两台吹这么快，可能真的是那个真的蛮会溜的。那个谁，最后那个死掉了，蛮会溜的，给他花了一点时间。教授重考，话不是这么说的啊。教授出考题也是很辛苦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看、啊，那这边他们都考过了，那是不是代表哦，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对吧？这些学生都值得他们去跑。这里会有给我抓到就好。不错，这边尤其是这一个强力挣扎，真的是有吓到教授我。鸭好大只哦，看人突然有点饿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中，哎呀，吓到我！突然开脚下。